屁股也可以装哦。哇塞，太多了吧，太多积木啦，不信耶。哇，你看这边还有一只老虎，这是猫，还有谁？老爷爷。还有，还有小屁孩，小屁孩，还有一只大老虎，哦，还有这个是 monkey， 还有一个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还有一个女 Elsa， 我不喜欢这个，嗯，这个不需要，哇。太多了，嗯。是这个要怎么做？这个要怎么做呢？你看后面。看后面有吗？这个也，这个我们不需要。那个警察车。哎，这个有窗户哎，你看。嗯。它有窗户哎。哪一个是有窗户的？你看，这个有一个交通锥有窗户，但是交通锥在哪里啊？哇，啊，在那里啊，交通锥。你看这一台，它是蓝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黄色，黄色的是哪一个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是这个。哦，答对了。然后上面要用有窗户的那一个，啊，在你的屁股那里。臭脚啊！臭脚压在那里，然后是交通锥。还有绿色的。这个。绿色的是很长的。哦。绿色的。绿色是这一个吗？对，这个。哦，然后是对啊，它有凸出来，然后再放一个交通锥啊，这交通锥。哦耶，我心意要做好，哎，啊，没有做好啊。这个不行。是啊，你看它后面凸两个，所以是那一个。哇塞，姐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应该没有到里面，这样会掉。是啊。借我看一下，这样吗？对。有装好吗？有。哇，又装好。你劫车啦！你这样总共做好几台了？对呀。啊。好多了。这样做好几台了？天哪，太好玩了吧！这个没有人开呢。是啊。那这个。要叫老虎开吗？不是他，他是帮长。要叫小屁孩开。就是这个。哦，他坐中间哦。嗯。这样太挤了吧？太挤了啦。叫小屁孩站在这一台好了啦，这个交通锥后面还有位置。啊。这样。这么多啊！你看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警察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那它可以一次吊很多台火车吗？嗯，